各位万众瞩目，这是一头帝王暴龙，非常的温驯，很可爱。那在这里面有两只龙，一只叫棘龙，一只叫暴龙。那三只放在一起会什么样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真是做得非常优秀。哇！让我们欢迎棘龙，4500块。来，下一位参赛者。我们欢迎暴龙。暴龙3500块，还行。好了，开修怕修怕。哎呦，暴龙看戏哦！哎，岔赛，不行，我的资产要死了。感觉他会打输欸。这跟电影里演的不一样啊。哎呦，那位仁兄好衰。啊，你们两个干嘛？你们两个干嘛？很虚哦。哦，虚，很虚的情况下遇到暴龙，岔赛了。哦，跟电影里面一样哦。被咬两下都快挂了。不行，感觉撑不到最后一下喽。啊，看比谁先攻，感觉左边的速度会快一点。哎，还没死哎，他好累哦，你看他的眼睛。啊！我的钱，那是我的钱呢，大哥，是我的钱呢。再做一只怎么样？大家都死了。收到恐龙回收申请。好，我们还有一只参赛者在这里。对，这跟吃鸡一样，谁先打架谁倒霉。来吃他尸体哦，看见了哦。暴龙要逆转了，因为右边的血超少。在靠背的那种。啊！你看他的那个伤口越来越多，三处伤。你们在干嘛？打完呐、啊，打完呐、啊，打完喽！
我一个问号，能不能请你们打完？拜托啦，打完好不好？炸弹，应该不是这里的，那没差。我们无时无刻都需要多一些资源，而现在获取资源的机会来了。哪里？哦，三角龙都在发疯了。派一组人去抓他就好了。添加对工作清单。添加画面带到皇族。喂，看起来还没打完呢。他们现在又和平相处了。两边在跑毒，感觉好敌人。帝王001死去，啊002超久了。哦，这血很近哦，32打31。在球体里面不能拍照，没办法。要打快打完啦、看起来分出胜负了。终究还是吉隆牛逼，两只都下去。看地上，这是多少钱？7000块耶，超贵的。给他靠！啊，打完了，没有了。我再养一只，怎么样？比赛结束，谢谢大家。